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4页，1074页倒数第三行看起。心不住相，大俗语言，心不住相者，立凡夫烦恼境界，若有少法当前，皆名住相。这个心不住相，就是本经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真心，真心要住相就是妄心。什么叫住相？染污就住相了。我们常讲着相了，执着有相，实际上呢，相都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虚妄相当中，你执着以为有个相，把这个相放在心上，心被染污了，清净心失掉了。有住相呢，就有高下，就有大小，就有邪正，平等心失掉了。所以心不住相啊，那个样子就是清净平等觉现前。大俗是华严，华严经疏钞，清凉大师著的，里面有给我们解释。心不住相，立凡夫烦恼境界。凡夫的烦恼无量无边，佛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再多的烦恼不出这三种。第一种叫无明烦恼，明就是经题上的觉，无明就是不觉。换一句话说，真心本来是觉而不迷的，叫自性觉。现在迷了，为什么迷了？
你有这三大类的烦恼。第一个是无明烦恼，第二个是尘沙烦恼。无明是迷惑，不明了。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完全不能够觉察。这叫迷。第二类的这个烦恼，用尘沙做比喻，尘沙无量无边的。比喻的什么呢？比喻的不平等，像大海起了风浪，水起了波浪，大波大浪，小波小浪，整个海里面你去看，全是波浪。那么这种波浪数不清。佛用尘沙来做比喻。第三一类叫见思烦恼，这个相很粗，很明显。见是你的看法看错了，思是你的想法，你把现前一切人事物全看错了，全想错了。越想错误越多，跟尘沙烦恼就连起来了。实际上这三种烦恼有连带关系，真的像水起了波浪。起了波浪就不能照见了，水在平的时候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的境界通通照在里头，水平如镜，起照见的作用，照见就是明，就是觉。波浪起来了，微微波浪起来了，它照就失掉了。虽然也能照，照得不完整，照得有欠缺。到大风大浪，照的作用完全失去了。六道里的众生是大风大浪，四圣法界里面是小风小浪。比我们有智慧，比化身菩萨他们没有智慧，依然是烦恼。烦恼比我们轻一点，我们的烦恼最重。现在有真的有不少人严重到不能回头了，无论是看法想法坚固执着，错误的一边，负面的，正面的时候他完全不敢相信，信心失掉了，也就是佛经上所讲的，他决定不能接受。他接受科学，科学家所说的，他认为是真理。如果不跟着科学走，不跟着科学的脚步，将来一定会落伍。
那么科学是不是真正的正确呢？果然真正正确的话，佛是有大智慧的人，应该跟着科学走，或者是带着科学走。为什么佛走的路跟科学是走相违背的路？科学发现到佛所说的，但是走的路不同。佛所说的得受用，科学家所说的不得受用。或者说有得受用，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制作一种机械，从机械里面得到一点受用。古时候的车，是用牛马作为动力，拉车了，这车能行动啊。现在的车，懂得蒸汽的力量，原始的火车用蒸汽，现在知道电的力量，现在的火车用电动。发现能源的力量，许许多多机械的推动用能源，不需要用牛马了，牛马失业了，真失业了。牛马本来是来还债的，他现在个债永远放在那，还不清了。没有办法还了，这是违背自然的规律。因果律上说，皮毛带就还，现在皮毛带就不能还债。这怎么办？再等呢？肯定是等到地球上起重大变化，像过去亚特兰提斯一样。科学技术受到自然灾害，整个大陆沉到海底，这个世界从头来起，牛马有这个语言才能还债呀，没有这个语言想还债机会没有啊。我们冷静观察了，这是宇宙新陈代谢的现象。人身体有新陈代谢，地球也有新陈代谢，宇宙也有新陈代谢。细心观察，你就能看到。顺着大自然的规律是正确的。是健康的，
违背自然规律，啊，虽然能够得一些便宜，但是时间不长，很短暂。啊，而且在一切速度都加快了，这生活当中，人感受不到快乐，啊，感受不到幸福，都在慌乱当中过日子。所以，科技带来的方便，实在说得不偿失。啊，古时候讲经说法没有这么麻烦呐，哪有这么啰嗦？啊，古人说法点到为止，为什么？他人心是静的，是定的。啊，人心定，人心清净，他生智慧，所以一点到他就明白了。现在人没有智慧，心里面全是妄想分别执着，一点智慧都没有。要讲的很详细，他还未必听懂，多半呢听歪了。啊，错解如来真实义了，去解如来真实义了，这种情形太多太多。大自然的规律是静，不是动的。啊，自信本定呢，那么我们就知道啊，怎么样养心啊？养身，先要懂得养心。养心就是要静，心越清净越好，越平等越好。啊，清净阿罗汉的心，平等是菩萨的心。啊，清净平等合起来是佛心，是自己的真心。啊，所以心浮气躁，对于圣教不能欺负。啊，圣贤教育现在为什么难传？找不到学生，找不到清净平等心的学生。啊，你所找到的全都是心浮气躁。真难。啊，这心不住相是大乘教里非常重视的。能大师开悟与这个有关系。啊，他是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就是心不住相。啊，从这个里头生心是真心。啊，真心是真心没有烦恼。没有起心动念，就是没有无明烦恼。没有分别，没有尘沙烦恼，
没有染污，没有见思烦恼。他开悟了，若有少发当前，少发是一点点啊。什么叫当前？佛教大辞典里头有解释啊，这是佛门的术语，当前现象一名中门存心，由迷情妄想而现无体的实我实法相应。啊，当前从哪里来的？从迷情来的，迷惑，从妄想来的。啊，确确实实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法。可是我们执着身是我，身外一切都叫法，而且都认为它是实实在在的有。你能说它没有吗？我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你怎么说没有？他相信六根，相信六尘，相信六识，佛所说的这个东西都没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不相信。啊，纵然学佛了，皈依三宝了，对于经里的这些话，半信半疑。啊，明明在眼前，怎么能说没有？啊，佛举了个例子，让我们从例子上去体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个例子。梦幻泡影，我们都知道是假的。啊，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不知道是假的，好像是真的，等梦醒了之后才晓得是假的，痕迹都找不到。那我们今天这个境界是不是个梦境？佛说是的。历代祖师大德们也说是的。啊，他们都入这个境界了，我们没入进去，我们不相信。到年岁大一点，渐渐接近到死亡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点这种意识出现了，啊，来日无多了，想想佛经上的话，古圣先贤的话，有时候能够听进去几句，几句不多啊，但是这些话呢，能够帮助他醒过来，能醒过来就有救啊，醒不过来就没法子了，继续搞轮回。
啊，这一次台湾同修要我回去过年，我有十几年没有在台湾过年，啊，很多朋友知道了，借这个机会呀，聚会。啊，感触特别深的同学，小时候的同学，啊，十几岁的时候在一起，早年在台湾，同班同学有十几个人。大概有十七八个，啊，现在只剩六个，包括我在内，只剩六个。我们在一块吃年饭，感慨万千的。啊，到台湾的时候，我年岁是最大的，22岁。啊，他们都十几岁。啊，现在只剩六个人了，都老了啊！啊，都超过80岁了，啊，83、84岁的，85、86岁的，啊，而且身体都不好，啊，气色不好。我们见一次面，下一次还能见到吗？会想到这个问题。啊，也许这一次见面是最后一次。啊，这就让人想到人命无常。学佛，佛法里头第一桩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没有生死。啊，这是真正学佛人最大的安慰啊！肉体，这是物质，有生命，灵性没有生命。我们中国世俗叫灵魂，啊，佛法叫神识，叫灵性。那么这一桩事情，也是在最近不久，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证明人的意识没有跟随身体一样的消失，啊，身体死亡了，那个意识存在。意识还继续在活动，啊，像是个梦境一样，它没有物质的身体。它的速度很快，啊，孔子在《周易·系辞传》里面说过，啊，提到这个问题，说今昔为吾，游魂未变。这个说法说得好啊，那孔子承认了，而且讲得太好了，
中国世俗叫灵魂，它确实不灵，它迷惑颠倒啊，因为它没有身体，它的速度很大啊，到处游荡，叫游魂。孔子称它做游魂，这个名词用得好。啊，那么他活在这个境界，跟我们的时空完全不一样。他没有时空的障碍，啊，所以他的速度就非常快。啊，想到美国，他确实就到了。啊，不需要。几分钟几个小时不需要啊，念头一动它就到了，没有障碍啊。所以实我实法是假的，都是从迷情妄想的生的，这就是把它简单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就这个意思啊。情就是心想啊，所以一名中门存净，存是存在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想象存在，有想象就有它，没有想象它就不见了。啊，所以我们能够把妄想放下，渐渐就能够回归自信。下面是乃至菩提涅槃。菩提涅槃是释迦牟尼佛为教学方便起见，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是不是真有啊？你执着有个菩提，执着有个涅槃，就错了。菩提涅槃是指路牌，啊，它管用，它指出一条道路给你，可是你不能执着它，你执着它就错了，啊，菩提涅槃呢，上不去住，这就是法上饮食。何况非法啊，凡夫的烦恼境界是非法，不，那不是佛法啊，是何况世间梦幻境界，连佛法都不住，都不放在心上，何况世间梦幻境界，故不应该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啊，色、声、香、味、触都是物质现象，通常用一个色把它包括了。物质现象啊，思维、想象是心理现象啊，在这里用一个字"法"，
这个法里头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都不能随起。所以《金刚经》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得无住心啊，跟圆觉就相应了。圆觉就是无住，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参考资料有无所住是不执着于善恶是非空有断常迷雾等等对待的两边凡是有相对的都不是真的无所住就是不应该住这个相心里头不能有这些东西假的这两边呢两边离开了还有个中道中道也是假的中道从哪来的从两边我们觉得有个当中所以宗门常讲两边不立中道不存中道也没有这样二生其心生其心即三世生起空寂临知妙明真如清净之心你通通放下了这个现象出现了空寂的现象出现了这个空不是无不当作无讲那为什么说的是空呢因为三种现象没有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为什么说不能说它是无呢？因为它会现象，它能生。能大师最后一句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能生万法，不能说它无，但是所生的万法都不是真的，万法是梦幻泡影。就像我们对的梦境一样我们做梦你能说梦是有还是无呢你说的有错了醒了为什么没有了你说的有梦里就明明有境界怎么可以说它没有说有错了说无也错了通通不要放在心上通通把它放下你就对了放在心上是自生烦恼所以空叫真空有叫妙有妙有非有真空不空那么这些话你要懂得意思可不能说这个话话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叫言语道断心心出灭不但不能说想都不能想想错了说更错了佛菩萨祖师大德传法给我们我们要会其中的意思要体会到然后呢言语
念头全部放下，这就真的入境界了。他入这个境界，我们也能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空寂灵智妙明真如啊，清净心显现了啊，这些都是名相，显示出他的境界啊。契入这个境界，心里头一样都不住啊，空寂灵智妙明都不住，真如清净也不住啊。这个时候身心是智慧，身心是灵智，是妙明啊。那么及其圆觉啊，圆觉是什么意思？佛学大辞典上有，一切有情皆有本觉，这是我们学佛要承认的啊。有情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动物啊，动物有情通常讲呢有感情，小动物都有啊。我们的心乱了，杂乱，跟它不能交通。如果我们用纯疑真心，跟小动物都可以沟通啊，一点都不难啊，可以跟这些小动物们和睦共处啊，互相照顾啊，我们不要讨厌他，他也不会干扰我们啊。所以有本觉，有真心，小动物也有本觉，也有真心。自无始以来，常住清净呐，照照不昧，寥寥常知。啊，悦于体而微微一心。啊，从体上讲，称它做一心。那么就因上来讲呢，大乘经上叫它做如来藏啊，如来藏是藏在那里头啊，如来藏藏在本觉里头，藏在真心里头啊。那就果报来说呢，成为圆觉，修行正果，圆觉圆满的灵觉，就是前面所讲的灵智，圆满的灵智，灵智啊。圆觉经上说，善男子，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陀罗尼是梵语，翻成中国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
啊，名叫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啊，从圆觉里面流出无量无边的法门。啊，这些法门叫菩萨，叫众生。啊，又曰：善男子，圆觉净心的，现于身心，过随随类过因。啊，圆觉就是本心。啊，现在身心。随类过因啊，觉悟的那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迷了的呢那就是十法界六道众生啊，众生跟这些菩萨罗汉只是迷雾不同本性是一个啊，迷了叫凡夫啊，觉悟了叫佛菩萨啊，怎么觉悟的？放下就是啊，我们的麻烦就是烦恼习气放不下了，放下就是啊。啊，圭峰大师《圆觉六疏序》里头说，圭峰宗密大师，清凉的弟子，华严宗第五代。啊，他在《圆觉经六疏》里头序文里有这么几句话：万法虚伪，整个宇宙设法界一真庄严，不是真的，缘会而生。啊，缘聚就现象。生发本无，啊，所生的这一切法本来没有，缘会就有，缘散了就没有。啊，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从母亲怀孕而得人身。在人世间过了几十年，缘会有了，啊，寿命终了，这又归于死亡灭了，本无，啊，一切为实，实不灭，身又灭，这个实就是我们讲的灵魂。啊，佛家叫色，啊，色如幻梦啊，但是一心呢，啊，识就是一心，但是一心在迷的时候就叫识，在觉悟的时候就叫心。你看，心急而止。莫之为圆觉，心要寂静，心不能动，心不能有染污，心动就不平等了，啊，心有染污就不清净了，不清净、染污、不平等的这个心，这是凡夫心。刚才说过。四生法界，然无清，
啊，动荡少，六道里面反复，然无严重，啊，那个动是大发大风大浪，所以对于真相完全迷失了，啊，心急而止，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不是心动而止。啊，所以求智慧从哪里求？从心起，心起就是禅定。啊，定生智慧啊，动生烦恼。啊，心动可以求知识，求不到智慧。啊，但是我们晓得。知识是有局限的，是有后遗症的。他观察东西不够，深不够广，啊，深度广度都不够。不能跟智慧比啊，智慧是自性本有的，知识本无啊。啊，中国古人自古以来读书求智慧，不是求知识。啊，知识这种即问之学，孔子都说过，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不重视知识，重视觉悟、智慧，啊，重视伦理道德，啊，真实智慧，它管用，啊，所以在中国，千万年来，啊，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出现太平盛世，靠什么？靠伦理道德啊，真实智慧啊！现在我们把这个都丢掉了，社会乱了。啊，地球出现很多不正常，不是没有原因，这个原因连现在量子力学家都知道。2011年，世界上有一些科学家在澳洲悉尼有一次会议，啊，这个会议只开2天，不是很长。啊，我收到通知，但是我没有去。啊，我派了8个同学，我们静宗学院的同学参加的这个会议。会后，参加同学们给我写了个报告。啊，第一天的会议讨论量子力学最新的发现。大多都跟大乘佛法所说的很接近，这好事情。第二天的议群专门讨论2012玛雅灾难预言，啊，是2011年，讨论明年的玛雅预言
所讲的三难问题，每刻啊，布莱登博士他做出了一个总结，他说只要地球上居民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可以化解。这个结论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在一年前呼吁的。啊，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灾难传的时间很久，几百年了，古老的预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徒，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里面都在祈祷忏悔，产生一定的力量啊，这个灾难没有发生。但是不能说没有了，不能说没有了啊，我们记住布莱登博士的话，如果这个世界上居民真正改过了，确确实实做到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啊，真的回头了，那这个灾难确实就没有了。如果地球上居民不能改过，不能弃恶，不能向善，不能改过，不能端正心念，那这个麻烦还在啊，往后拖了啊，那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啊啊，我们常常留意啊，科学家提出的警告，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心要定，念头要专注啊，为什么？我们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愿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一个意念跟布莱登所说的完全相应啊，我们的确是端正心念啊，真的是弃恶扬善，一切万缘放下了，这是断一切恶啊，一心一意专念阿弥陀佛。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念佛是善中之善，事出世间善法没有比念佛更善的。什么叫大善？什么叫究竟善？什么叫圆满善？念阿弥陀佛就是。没有人知道啊。我们要不是从这个经典上，不是一次两次啊，
啊，这个经典早年我讲过十遍，啊，4年前我们停止了《华严经》，专讲《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专讲这部注解，我称为演义。前年我们第二次讲，啊，第三次讲就是细讲黄念老居士的注解。深入无量寿经，我们得益很多。啊，悟处很多，法喜充满。啊，那么第三遍快讲完了，啊，第四遍我们一年讲一遍，真的是以《金刚经》的教诲，法上应时，何况非法，法是84000法门，无量法门统统放下了，一心专注这一门净土法门，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经典就依靠这一部《无量寿经》全放下了。啊，念念向往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世间的善事有缘我们要做，为什么呢？利益一切苦难众生，没有缘绝不攀缘，绝不要去找死。啊，根经根注跟参考资料里面所说的都相应。啊，我们要求清净心、平等心，啊，决定不能被外面境界干扰。啊，外面境界是来考验我们的，来考试的。顺境看还有没有贪念的心，逆境看还有没有怨恨的心。啊，没有净缘，我们不知道自己境界到哪一个等级。啊，时时刻刻经得起考验，决定不为外境所动摇，心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万缘放下，念佛法也放下，所以心机而止，智慧开了，这叫圆觉。啊，佛是真思圆觉，为说大方光圆觉修多罗了义经。那圆觉经就是教导我们真圆觉的。那么我们今天用净土法门，信愿持名，
往生极乐世界，证得圆满的救。我们再往下看，不著声闻缘觉境界，称赞大乘经。这部经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那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名在地狱，今被前解，终不发二乘之心。从现成老乃至入不虑矣，诸句总之如大书所示。啊，大书是华严经清凉大师的书抄。啊，里面所说的坏见之人虽不坏心，不堪于众生为其道也。虽坏行而不破戒，是则人天真身佛天。啊，这是清凉大师在华严经注解里头为我们说的。啊，为什么不能发声闻缘觉的心？啊，而且称赞大乘经上说得这么严重。啊，临在地狱今被前界也不发二乘心。啊，这什么原因？黄念老在此地给我们指出来了。啊，这一些经文从虽现成老到入不虑矣，这些几句都是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坏见之人。他看错了，想错了。虽然不坏行，不坏行权，他持戒持得很好，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这一段：坏见坏行，说语如提婆，虽犯无逆也，然有天王如来之级别。是为坏行之人呢，非为坏见之人。提婆犯了无逆，无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活合身，果报在无间地狱。啊，可是他有天王如来，
为他受记，他将来会成佛。啊，那么这是一个坏心破戒了，坏心之人，他没有坏见。啊，他有正确的见解，正知正见。这是坏行不坏行。那么第二种呢，如善心比丘无恶行，戒吃得很清净。啊，不坏行，然亦不无因果之邪见，他不相信因果。啊，他的结果呢是堕地狱，无有出期。这个是坏见之人呢，非坏非为坏心。这两个比较就非常清楚。啊，大乘地藏十轮经第五卷书有见坏见不坏。这个人还能回头，有见坏见不坏，这个人不能回头，有借鉴都坏了，这是佛不能救。啊，可见的正知正见比什么都重要。啊，善知识的标准是真知人间，啊，而不一定是行为。大疏里这几句就说得很清楚。你看，坏见之人虽不坏心，啊，他不能做众生的导演。啊，这一经文的意思，不堪就是不能，不能给众生为其导引。啊，为众生的导引呢，众生要跟他的话都学坏了，都学了邪知邪见了，这问题严重。下面翻过来，虽坏心而不坏见，正知正见，这个人是人天真殊胜佛天。啊，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又大论曰，大论是大智度论，于诸世尊，啊，我们对于老师如世尊相，那，啊，对老师要把它看成佛陀在世，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前老师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这个想法你得利益。啊，若有能开示深意，解散一切，则尽心尽智，不念于我。啊，常常念老师的过我。损失很大，老师所教的东西你怀疑，你不能接受，你就错了啊。啊，这个比喻好，这是经上的比喻，如
碧狼城堡，不得以狼卧骨，不取其宝。啊，这是个破烂的。啊，狼是盛东西的。啊，这个里面盛的是宝啊，外面是不好看的，包装很难看的，但是里面是宝啊。啊，不能因为包装不好，我就不取其宝了，这错了。啊，又如夜心仙道。必人之居，不得以其人卧骨，不取其兆。啊，夜晚，这人不是个好人，是个卧人。啊，但是他拿了火把在前面照明。啊，晚上走路。啊。我不能因为他是个恶人，我就不跟他走了。啊，不取其兆了。菩萨了也如是，于是得智慧光明。不及其物啊，见思不善，见父母过，这叫大不孝啊。是故彼经戒曰，啊，经上有个总结说，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盖为如是之人，是真善之士。于真善之士，能知能求，故彼真菩提。我们要认识人呐！啊，认识人标准怎么定？我听这个老师讲经教诲，这个老师所说的跟经的意思有没有相违背？如果他讲的跟经里面意思是相违背的，之间有问题。这个就不能跟了。如果他所讲的跟经上讲的意思完全相应，不相违背，纵然这个老师有什么过失，我们还是要跟定他。过失，有些过失我们见不到，我们以为过失啊，其实他没有过失，我们冤枉他了。啊，冤枉一个善知识罪很重啊。啊，老师要发现学生对他有疑惑，一定要化解，否则的话有疑他得不到法眼。啊，亲近老师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真诚，第二个条件亲近心，
不能有疑惑，疑惑心不清净。第三个恭敬啊，有这三个条件，真正能得法眼啊，这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啊，我跟李老师学经，他开了个进修班，啊，专门教学生讲经的。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有20多个人。啊，我在旁边看李老师教学，他对学生的态度不一样。啊，有几个学生，老师对他特别尊重。啊，这些学生有过失，老师绝口不提。啊，可是另外有几个学生，老师对他们有打有骂，见面没有好脸色。我怀疑啊，我也不敢问。啊，大概2个月之后，老师有一天叫我到他房间去。啊，房间就我一个人，问我是不是有这个疑惑？有，真有。啊，老师告诉我，那个挨打挨骂的，是真正想学的。啊，打他骂他，让他在这个地方记住，这个地方挨过骂的，啊，让他不会忘记。啊，那几个特别好的呢，那是不能教的。为什么？那些人爱面子，说几句不好听，在脸上就红了，那会结怨仇。啊，那怎么办呢？把他当作旁听生，我才明了。啊，原来老师20几个人，因人施教，对每个人教的方法、态、心态不一样，高明之处啊，认真负责。啊，以前我跟方老师，学生一个，没这些问题。我跟张家大师3年，学生也只一个，没这问题。老师这次开班，同学有20多个人，我看到了。啊，才知道老师用心之苦啊！啊，对我认真教诲，啊，我真正受利益，所以在台中。我的进度很快，啊，我除了真诚、清净、恭敬之外，还有2个一般同学没有的。啊，我的记忆力很好，啊，听老师讲一遍，1个星期之内
我要复讲的话，大概可以跟他讲的差不多，有这个能力。第二个，理解力比同学们强，我真听懂了，真搞明白了。进度啊，是大概是一个月学一部经，小部经。那时候没出家，在台中这个班上啊，15个月，我学了13部经，13部经都讲得还不错，所以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教佛学院教一个学期才教一部经，3年毕业6个学期。我才用了6部，还有7部没用上。所以我对于佛学院很不满意，学不到东西。你看我在台中，1年3个月，学13部经，在佛学院里面学3年。1部经都不会讲，那不叫浪费时间吗？我真正体会到中国古人了不起。他们真有智慧。教学要让学生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决定不能同时学2样东西。为什么？他用心，他分心，他不能转，就学不好。一定是一步，一步学完了，老师认同了，认同就是。要讲一遍给老师听，老师点头，你没讲错，这一步才算学会了，你才可以学第二步。老师没有认同，不可以换第二步。那么我在台中学习的标准，学习一部经至少讲10遍。这一部经才可以告个段落，再学一部。每一部经都讲10遍，到哪里去讲？到同学家里。今天在张三家里讲，明天到李四家里讲，所以我这个。同学同修很多，轮流去讲啊，听众呢1个2个3个4个都可以，一定要讲啊，不讲不行啊，讲完之后请同学批评呢，不肯讲那没办法。一定要欢喜讲，肯讲，千锤百炼呢，才会有成就。大部经讲比较困难，为什么？它时间长。小部经最小的3天，就是3次就讲完。一般的大概5次到7次，到外面去讲5天，1个星期讲一部小经，这个比较容易。大部我学楞严经，这部经老师讲3年，我找了6个同学
包括我七个人，好像一个小组一样的。啊，那么这七个都是讲经的同学，我们讲经班的同学，老师星期三讲的研究，我星期四复讲，我就找这六个同学来听，啊，都是学讲经的，都是内行的，啊，给我指正，啊，所以我也圆圆满满讲了一部《楞严经》，以后出去讲经有信心的，啊，我是经过六个同学听的，他们对我有批评，啊，帮助我指正，所以出去讲很难挑出毛病。啊，我在台湾各地一共讲过七遍，啊，当年我学习的概况，啊，这个十遍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啊，印象才深，一遍两遍不行了，没有根了。啊，要欢喜讲，啊，要想尽方法找机会。啊，有人听，有机会，有时间，有地点跟你讲，永远保持不要中断，啊，决定不能超过一个星期，啊，超过一个星期比较麻烦，啊，一个星期至少要讲一次。次数越多越好，这是训练自己，成就自己。所以这经上说，菩萨也如是。于是在老师那个地方得到智慧光明，绝不能想到老师的过失，那我们跟老师比不如他，智慧德行不如他，善巧方便不如他，啊，我们看是不善，在他作为真的多了那个人，根性不相同，方法就不一样，通通是以利益众生为主，啊，所以于真善之时，你能知，你能够认识他，你能够向他求指教，故必证菩提。大叔啊，又说
善令善思明思，明思必自灵思之事啊，一同善财于文殊处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意问菩萨心，这是为我们举出一个例子。佛教里面教学最重要的是教导他善思明思，遇到一个真正好老师不容易啊！这个老师呢，一定是亲自灵思指示，就像善财童子在文殊会上发菩提心啊，发心之后问菩萨心，文殊啊也不拘束啊，文殊菩萨没有详细给他说啊，只是叫他亲近善友啊，善友就是善知识啊，介绍德云比丘辗转令王，啊，让他亲自在文殊会上，他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德根本质。啊，如何行菩萨道？这是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教化众生，这是厚德之，就是根本之，把它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活的，这不是死的。在哪里学呢？生活当中学啊，这一段含义很深呐、啊，五十三层，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通通去看，啊，你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请教，啊，智慧就现前，无所不知。啊，必须要到得根本智之后才有后得智，如果没有根本智去参学，那个麻烦可就大了啊，一定要得根本智，也就是一定要得定，然后才能开会啊，应接得定，应定开会啊，开智慧之后这才能参学，没有智开智慧参学那就麻烦了，那就是杂乱无章啊！你听得多学得多，样样都懂得一点，样样都没有深度啊！所以它这是两个阶段我们要懂得，啊，复云，故法句君以二十一个比喻，比喻善知识。
这二十一欲欲善知识。第一个是为父母，善知识是父母，善知识是眼目啊，有眼你才能看。有酒你才能走啊。啊，善知识好比梯凳，有楼梯有凳子你才能向上爬高。啊，善知识是饮食，善知识是报应，我们人离不开意识。修道离不开善友，善知识是桥梁，帮助我们渡过河流，善知识是财宝啊，让我们在菩萨道里面没有缺乏。善知识好比是日月，白天太阳照我们，晚上月光照我们。善知识是生命啊，这等等后面皆云，善知识者有如是无量功德，是故叫汝等清净啊。为什么叫你清净？善知识功德太大了啊，他真的能成就你，能帮助你。啊，当时大众闻已，举身好苦啊，自念况且为善知识守护啊，今日至于如来，遇到如来，乃至未曾报恩。无心清净的，涉世于已，重复举身好气。佛在大乘经上向这一些劝导太多了，啊，我们一般人遇到了不认识，真可惜啊。李老师在台中38年，没有人认识。非常感慨，学生当中具足这三个条件的就少：真诚、清净、恭敬。啊，我在年轻时候这三个条件有，跟古人比不及格，跟现代人比也就难能可贵了。啊，我自己常说，我的真诚、清净、恭敬可以达30分，跟古人比不及格。古人至少有60-70分，他们的成就扎实啊。
我只有古人一半呢。啊，能够获得啊，方老师、张家大师、李老师的教诲，凭什么？就凭这一点。啊，别人跟我比呢，大概只有个五分、十分。啊，我有三十分。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啊，那么真诚恭敬心是装不出来的。啊，这是小时候父母教的。啊，孝养父母，尊师重道。孩童的时候，这一桩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啊，会影响他一生呢，不是短时间的。啊，为什么多少年轻人，方老师的学生多，李老师的学生更多，为什么成就有限？问题不在老师那边，在学生心态。啊，这个心态不是长大学来的，是从小培养。啊，所以找不到传人，老师找不到传人，我们就能够理解。啊，为什么找不到？没有父母从小培养子女。这就难了。啊，现在整个社会把这桩事情都疏忽了，到哪里去找传人？早年我们在庐江办传统文化，那是实验的。成败关键在老师。我们采取网络报名，报名的人将近400人，300多人。啊，精挑细选，选出37个人。啊，那是什么？就是居住真诚、勤俭恭敬。啊，真正有爱心，有使命感。才做成功了。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啊，他们2个月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真正做到了，做出最好的榜样，才能开始教学，啊，才能感动人，言行，啊，言教。身心啊，所讲的，通通自己能做到，
做不到的不能讲，讲的人也不相信。首先要求自己啊，才能教化众生。是故圆觉经普觉品普劝末世众生于修行者应当尽命共思善友思善知识，且恭敬善知识者守在儒教奉行啊，此亦甚难啊！啊，善知识对你要求的什么？他所讲的，你有没有做到？你要是做不到，就难了。啊，所以经常有这样一句：“闻法能行呢，此亦为难。”善知识真的难遇难识，不容易遇到，遇到彼此认识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学生认识老师，老师认识学生，这个学生可不可教，能不能传，啊，老师会看到啊，学生对老师有信心啊，没有怀疑，如果老师教的对他有怀疑有成见，那就真难了。这个老师无法教你啊，所以唐于彼善知识所示不能信受奉行，在良医所受如是啊，则欲同为语啊，接受老师的教诲一定要依教奉行，不能依教奉行遇到等于没有遇到啊，他再好也无法帮你忙啊，一定要听话，一定要依教奉行啊，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